现在很多中性的东西，我觉得都很建议男性朋友买，就是你送给女生，你知道女生替换率非常高，那有时候不背的时候你就拿回来自己背，我已经计划好了这样。其实情人节我不会特别过，我自己是很喜欢 Burberry 这一季它的包包，它的包包的五金真的是，可能是我自己也喜欢比较 vintage 的东西吧。我就觉得那些五金的重量感在包包上就会有一种存在感非常的足。那我觉得那个背包不管是男生背女生背也很方便。现在很多中性的东西，我觉得都很建议男性朋友买。就是你送给女生，女生背也可以，但偶尔她不背的时候，因为女生有时候你知道女生替换率非常高，那有时候不背的时候你就拿回来自己背，我已经计划好了这样。所以有一个柜子里面有都缺一个包包吗？我不敢说她，但我觉得女性朋友应该包包永远不会嫌多。恭喜看我们的打扮良好。没有啦，我觉得那个是就很谢谢香港评论协会。自己心情怎么样？打扮一个这么大的前辈偶像这样子？我不会这样想的，因为香港电影是近几年会有很多新的气象，很多比如说一些新导演啊，会尝试一些不同的题材。因为本身对于香港电影的情感是很深的，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可以过去香港拍电影。我想问一下说，就是电影还钱里面你是一个 ABC 吗？其实我那时候的口音，其实我已经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全是 ABC 还是全是一个有点像日本去美国学一个 ABC 然后再回台湾的一个循环。跟复读青年的感觉差好多，看到的那个片段的人都觉得看那个有点讨厌啊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角色讨人厌没关系，我本人不要讨厌就好。